用换个号不？算了，别你这排号什了，么段位啊？别排了，匹配匹配得了，啊，都一样那不呢，看你怂了吗？都一样，不是，都一双样高呢，手。都一样呢。再玩个什么传统法师玩玩呢？嗯，哎呦，来这个个冰胡女儿忘了这号已经钻石了。发条，发条冰女儿，求他懒得换号。拉克西，换了不会拉克西。红猪，你来想吧，我哲玩拉什么辅助呀？我来把打野证明一下自己怎么样？真真可以啊！反正王星刷一把，我来不了一点，还是你来吧。你玩个可以补单的辅助，玩盲僧，我出的辅助。不好意思，一记锁定，打爆你的眼睛。感觉没什么。玩远古孤零，哎，你就我来个杰西 AD 吧，我辅助你。我搞个凯，我这个是 AD， 但是我出辅助装。嗯，封城激战。露露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帮助，我看一下啊。我觉得哲拉斯最帅的皮肤就是这个枯萎之卡尔玛，可以骑士啊，我都已经确定了。啊，那就这样，没事。太帅了，你出 AP 装。啊、怎么样 ？AP 装。嗯，早上选老鼠了，老鼠没皮肤玩的不得劲。这皮肤，我说什么 ADC 都会玩呀？我不会玩德莱文。德拉斯对德拉斯吗？哦，不对，上次我的德莱文拿出来，他们说我是羊。他的狗是中单吗？猴哥，只有一个。对，狗中单狗。完了，我不知道狗什么技能啊？错啊，对。中单狗，对是不对啊？对对对，一会儿钻粉抽奖用个什么口令呢？什么口令呢？什么口令？啊，把这些吃完，我就可以好好玩了。中单狗什么技能啊？Q 技能撇两把飞刀，就是杰的加强版，它可以撇两个，而且打到人可以有流血伤害，明白了吗 ？W 技能就是一个锁定技能，怎么个锁定法呢？就是刀锋的 Q 技能，有延迟的刀锋的 Q 技能。然后 E 技能就是一个小位移啊，很近很近的小位移，然后。会有点伤害。R 技能就是增加攻击力与移动速度，还有周围敌人可以暴露视野。没了，这么点东西。哇嘎达！真的，你别出这个。有嘎达。AP 装。我现在回来还能出吗？应该不行了吧？你等一下换。那个英雄就 Q 技能有用。你性命了。只要他的 Q 技能没打着人，就是第二下打不着人就没事。下路是泽拉西辅助了，对呀、啊啊，哎，又被带歪，泽拉斯辅助，啊？怎么了？一步错，步步皆错，理性。哎哎哎，他 Q 你 buff， 哎呦我，那你也没排掉是不是？嗯。我将照亮前进的路。这一会儿真真回去再换吧，让他补刀，我就换了出来就没。打龙，打龙，打龙，打打打打 buff， 打 buff， 没事。嗯，哎啊，他这个，我操，他这个狗啥意思？我们的未来很，我们是不赚了。虽然我的 Q 非常的歪。我防线上的树呢？走吧。他这个 Q 怎么这么远？你来补，然后一会儿回去你换个。我操，他还能升高。嗯。把工资刀卖了就。没事啊，杰西不怎么玩。我操，这是什么东西？不到补不到都行。我俩现在都是工资刀。好的。然后后来。
哎呀，二级了，丢了，这也太疼了吧！啊，就一个远程技能，这个就是那个 Q， 太疼了，他 Q 有点远呢。Q 一下没事，不疼，别给 Q 两下就行。OK， 瓦嘎达 ，You got that？ 别让 Q 两下，你没蓝了，你装瓦嘎达。哎，好，哎，好，点他，点他。啊，这个没事没事的，普攻伤害这么低。坏人无所畏惧。我不补发言，这也能，他还能拉狗挡技能，能，就给他抓他西哥。哎呦，畜生，太吓人了，太有意了，受不了了。来升级，震，哎，好下，踢一下，可以可以可以。把，你冰冻的打不过你，西哥。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这都没有死掉呀，好可惜、哦。我出去看吧。怎么样，西哥？这波干起来不错，这啊，非常的完美。确定我露露出？对，就锤，没事。主要我不能补兵，我补兵就烂掉了。好吧。嗯。铺平道路。也能晕到我。欧哥，你看一下，我要是出 AP 的话，出什么装备先呀 ？AP 先出一个这个，整个小鞋，穿一下。先出一个炉灯的激荡吧。真的激荡。好慢呀，这个。是激荡吗？我也忘了，就出炉灯啊。哎呦，好的。苍穹之月。哎，小心去上了啊！没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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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戏的。第一个，我看见他了。不是我的伤害这么低吗？打他两条狗，他还很难走。哎呀哈！哎呀哈！不走，掌握之中，这里有眼，哦，看见了。发育，发育，发育！哎，我撤！哎呵，闪慢了，没有闪快了，他就跟过来了，不能闪那么快，就得等他过来我再闪。哎呦，几个位移呀、啊！两个，哎，一两个，鱿鱼。我们的未来很光明。好像往上走了，鱿鱼儿，大扑腾蛾子。冲！大扑腾蛾子往上走了。看到了。小狗也去杀戮了。干嘛呢？嗯？哎呀 ，nice， 没事。有的。他的野怪被我刷了，没事干。我五级，他四级，大哥。杰西，他压制他。你那把玩蜘蛛，你也是这么说的呀？哎，蜘蛛的是三边。那蜘蛛玩的怎么了？不像蜘蛛吗？哎、他干嘛呀？这是干什么？哎，到了能不能杀大哥？可以啊，打死了呀！哎，忘了，把自己当卡牌玩了。啊！他的狗能挡 Q？ 嗯，还好。哎，哎，摸眼儿！没有眼了，没有眼了。这个瞎子是轰轰啊！啊！我才闪起来，我操！没有眼了，大哥。哎呀，咋的了？这都是玩辅助，不就这样吗？追不上，真追不上，真追不上。你不会也死了吧，大哥？死了，被纳尔的闪现杀了。闪现杀我，我没招了。哈哈。然后我再来抓他，等我麻溜进。
再躲。追他！呜呼 ，nice， 哥哥！哎呦，摔！这个。变形完毕，又去上路了，猴哥。哎，他是不是有毛病啊？病，他多少是有点毛病啊。可能你给他们那儿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那儿一直说帮帮帮。好好富有，哪里能刷？来个哪里能刷？一句话。哪里能抓？哪里需要你？哪里需要就说话啊！我打不了是吗？好嘞。我先回家了，好吓人呀！他这个英雄这么暴力。下路可以来，下路对面压得很厉害。OK OK， 马上就到。快帮忙！快帮忙，火火哥哥，快快快快！干什么？你怎么叫闪现？你怕什么呀，师哥？我不能杀技能，我看他怎么。哎呦！好捞啊！我将照亮前进的路。哎，我只是略微的搞他一下，他就怎么好像要打小龙了？哦，没戏啊！谢谢 A Morton 杀了就行，我问你杀没杀吧？走，拿完了。没事，这扑那蛾子他打不过你。他吸龙魂了，我来了，我到了，打不打？他们中单要来了，打！来来来。等一下，哥哥看一下下路，再看再看，直接赶过去了。完了，还没到六。还行，够了，但是溜的太慢了。哥，你俩技能长一模一样，我看不清了。没事，看这儿。他的是红的。我操！你怎么在红，哥哥？躲不了了，躲不了了！你就话糙了，我在打什么炮？他们应该怎么这么歪呀？好晕，好反杀！我都不知道他那狗在玩什么。这炮是这么歪的吗？我都不能补刀，我补刀我就没活儿，我操！你自己补的刀没有魂是吧？对，嗯，很少。这个英雄联盟的设计师，设计师明显就想让他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不是很想让他打。来来。小小纳尔。哎啊！我来来来来来，好嘞。好歪呀！你别一扣了，怎么的？我就一扣，嗯？啊，那个德拉斯，人呢？德拉斯上路呢？在上路呢？上路尿尿呢？铺平道路。哎呀，那他搁这装啥？哎。干嘛？不会可以不用，不丢人。服是不服？不会不用，永远也不会。时刻准备的。哎呀，撤！嗯。哎，他这个盾有点那个呀。一步错，步步皆输。左叔加油！完了，怎么这么多小兵？
我真服了，我已经无敌了。哎，我还想借他往下面走，我借这个这个玩意儿。哎，我将照亮天际的路。啊，闪现了！我想借这个玩意儿 Q 一下，可以 Q 到他。他妈的，没办法，这属英雄克己。结果他往上走 ，AD 双加了。OK OK， 马上就来。哎，还是交闪跑杀，我是不第一时间被抬到呀，大哥。又快中杀逼，走。哎，你看，这个臭小子，哎呵。事那我们推线吧。好的。绝对不要回头。干嘛？哦，红哥哥，我要死了啦！别急啊，红哥哥也要死了。吓死我了！哦，不，你也要死了。因为十四分钟就没塔皮了，我想赶紧把中路塔炸了。这个咱们俩把这个杀了吧。行呀、啊。你组装。我没有眼睛，他走得太快，他有小鞋。好，可以打小龙啊，龙龙可以。这边辅助呢？这边辅助又去哪了呀？哦，回家了。搁中路呢。打个眼吧。呀！哎！车！救命，红红哥哥！没事，安全。哎呀呵，接一下。怎么事儿？红红哥哥怎么给他踹飞了？你问红红哥哥，红红哥哥怎么回答你？踹飞。哎完了，早该推了。对面辅助，这个狗是不是很厉害呀、啊？还可以，一点点，他主要是一级有帮手啦。哎呦哇、啊！哎，有挂！哎，怎么事儿？有挂吗？有挂，有挂 ！C 哥，我跟你说啊，完完全全的挂。对面那个泽拉斯，我已经看了他不下两次了。上路那波啊，他本来想尿我，但是我回家了，他就停了，你明白没？他就不尿了。哎呦，锁头直接不锁了，绝对的挂，兄弟们，好匹配来四挂来了，真的，绝对的挂。糟了，来了，我逃还不行吗？你小子。还急，到处蹭吃的。走、哦，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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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是中路过不太去啊。后面，这后面没有人。死、哎！这什么英雄？卡萨琳加一这不是挂，我把。衣服
来来来，拿龙没事。小龙，小龙，小龙。啊？这什么东西啊？我操！我操！啊！怎么地？不锁了。我操！啊，瞄的好准呀，绝对的，这哲拉斯绝对的，绝对的，兄弟们开了。哎，啊，我出来，我老哎，我操，什么情况，炮打歪了，贴脸炮打歪了，不明白怎么回事。这边打野跟我也差不多，一直在刷两兄弟。EZ 也是花 ，EZ 不是花 ，EZ 是纯菜。上路这能杀吗？来几个兄弟，给他摇了。你自己杀吗？我晋级可能不是很好杀了，我不是很自信。你可以细细啊，他是一杠九。真的吗 ？Yes。那我去洗。赶紧撤回。哎呦，怎么打的没有伤害呢？他有帮手，大哥，小帮手了，谋办法了。我操，他这个狗，我得先把下路给他推了。铺平道路，不要靠近，会变得不幸。我只能说。哎呀，对不起 C 哥，忘记给你扣单了。没事。嘿，上路来人呀！我在这儿，来了来了来了，别急，别急呀！啊，真的是太吓人了。没保全。上厕所。这把弓子真不多。要打龙了，好像坏了，六博没了。这把哥们移速好快，好喜欢，赶紧排眼哦。六博没了，我改个远见。兄弟，十一级中路阿三三败。每回我一说有挂，你们就老跟我犟。我说 EZ 不是，你就开始冷嘲热讽。哎呀 ，EZ 也是挂。蓝 buff 可取，没有猪猪，一进来就坑猪猪，没有。缺蓝的来拿啊！有小种子可以吃，后面有人，火哥。我操！哪来的人？不知道。现在开始这个样子玩吗？我来了，好痛，好痛，好痛！他这个怎么还能挡了呀？他这狗。上路就俩，就俩，就俩。嗯。杀了，杀了。好，杀他！随手劈，哎，尿到了，溜了溜了，没血了，大哥，来人了，算了。对呀，我不是在捡魂吗？哎，这 EZ 什么意思？这达摩还可以。哎，啊，嗯，再砸死一个。嗯，对面这个拉斯都自己推高地了。打一下看看，不知道去哪儿了。野区。安息吧。
来拿个红，先拿个红。他一进来就不能闪现出去吗？哦，我这是高手的预判。这女皇拿吗？小龙，小龙。他 EZ 敢一进来，就说明他一定还有意识，给自己留了后路。谁知道他没有留后路，真是。哎呦，好痛！来，九龙。来，走。吃我一亿！慢慢 poke， 吃我一击。慢慢好，吃我一 W， 全空，等一会儿啊！再来一 Q， 好，全砸了！哇，后面这个走一下位啊，完了！得来一句 Dairy， 有眼吗？放一个，没有眼了，放了。杀狗！踢走了，狗踢走了。哎呀呵！哎，这怎么杀不掉？哎呀呵！我不先杀不了他那个人，别先杀狗，杀不掉的杀女皇，能杀一个。哎，这狗刚才不是没血的吗？我记着。嗯，狗有血，女皇没血。好吧。哎，没能量了，你瞎吗？先打 RQQ 有股挡着狗挡着，你知道吗？我要龙啊、我的建议是无极者，要不然你直接去找对面泽拉西一套给他秒掉，没问题，简单。哎，比如你一下，可以试试能不能杀他呀？他大招吗？他走的大招吗？他把大喊给我了。哎呀，真厉害！我在这里挥手。门牙，我一个人守不住。把他尿！这娃把大牛，我把大牛保护往下走，真我真他一瞬间就给我秒了，太吓人了！红狙给他下当，再跑还有一颗，好再跑，跑不掉了，这个跑不掉了。他们还不如把这两个魂咋 EZ？死尾巴，走，咱们大龙啊！应该，还是不要。哎呀呵，哎，嗯，这有眼儿，朋友们。放眼未来。嘟嘟。操！现在追。六百。行吧。我的意伤还这么低呀、特别的好。210杀死个奥啊！我家是个血手，血手大炮。把上路这个人给他呆了吧？好的。这里有人。他们的爷儿来了，往后撤，往后撤！哎呦喂，坏了 ！Nice， 来人了，后边啊，小心！好 ，C 哥被杀了！死了，那个也死了，那个也死了。他没技能了，杀了！同心协力，同心协力！我在杀！好的。我来了，杀泽拉斯！喜欢雷军的。正好大哥，这回真没血了。我给你 Q。哎呦呵！那个
苏瑞亚的战歌为什么大龙走走走有大招一雷大招来了应该不是辅助吧是不是没事没事他打我不痛可能哦可能神话装备不能有排眼吗哦哦哎算了跟他拼了跟他爆了爆了小小一队走今天姐我俩跟哎臭小子二十秒沉大哥没事打吧就赌他没有我操赌他没有赌他没有打、哎、打龙哎坏了坏了坏了难逃 打难逃别去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样也行，这样没有，就这样吧，走基地吧，走，走基地吧，吃猪肉渣，不能再吃了，走基地吧，走基地吧，不是杀了也要说吗？我只需要。W 想给他加个护盾，没水也咋的？护盾他妈的是250，有点小。摸不到那个人得有个闪现才能 WQ 到他我操你视野这么宽15级的哥们来了呜呼一步错上路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能把他逮死吗？昂琼之月，他变小是我去找他们泽拉斯，没事没事，我在找他们泽拉斯的机会。好，泽拉斯，好找。我再来一炮。那你再来一炮。哎呦呵。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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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狗打那挺烦人嗯让他狗是低生产力补下状态吧补下状态吧哎呦呼不要走不要走哎呦快走快走快走玩得像大乱斗呀嗨嗨是嗨坏了，没踢到。为啥他不放 E 啊？不知道。那儿要变大了。什么事儿？是时候进行抵抗了。躲兵线后面是 W 不到。哎呀，我他妈！什么？哎哎哎好厉害三秒三秒死三秒死这也能杀呀三秒死好嘞牛逼好像他妈的怎么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有人打扰男人在上厕所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说得好真是气煞我也我还能来一件装备再得出肉了人们终于16级感染狂犬病嗯哎，嗯，回家来个春哥，玩一波，游戏结束。哎，杀狗！
太多狗了，我踢不到你臭小子。好惩戒，好漂亮，这个人能不死吗？完了，这个你这好变脸啊，你往后撤点。大龙打不了，没有大龙的，我们中路推一波可以啊，抖推进，可以推一波吧，推进，我们不来打我，我发现。哥都给我尿死了，他也太……哎，我也在练。哎，走走走走走，哎，怎么踢走了？哎，别别别，救救救救救！撤撤撤撤撤撤撤！啊，可以 poke， 可以 poke， 可以 poke， 可以 poke。没事，他们想开大龙，大哥。没用没用没用，我们只要不上就行。他们开不了，他们根本开不了。大龙没刷呢，不怕，别被刷就行。哎，哎，有没有眼？哎，我操！再开，再开，再开！哇哦，拉大龙，随手劈出来！呜呼！追！没踢到，四哥。去你的！一千块，九龙，哎，一波。一波吗？一波行啊，就剩一个了。走。如果我们想不一波也行，我们拿小子。说话！说话！说话！没一波吗？我操！等我一下。再跑！再跑！再猛跑！哎，那个装备在哪儿？牛逼啊！拿下！拿下！拿下！我操！一波了！一波了！哈哈！如此的团队，一波不了啊！拿龙吧！一波不了，走了，拿龙吧！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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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龙，拿龙！实在不行，要我觉得可以埋伏一下，怎么说？埋伏吗？埋伏也行。我去把我跟猴哥，我俩埋伏，你们去打龙。我跟猴哥，我哎，宝儿，不是老婆，你也别走。哎，别走。好的。哎呦我操！没你这要来了，你这但是要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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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了。哎，我扫过了，这有个阿尔卑斯。哎呀！太敢来！快把 L 杰斯！啊！坏了！嗯。安死大宝宝！安死大宝宝！我把线推来了。我操！那个金身上，快回家！身上全是你。脖子他妈打抽抽了，怎么脖子打抽抽了呢？来来来来，我俩兄弟逮捕他，没把那泽拉斯给他秒了，他跑，就说这个字，逮捕他，逮捕，他要下来，来吧，死，逮捕，他还想连招有问题吗？反野，有病吧他？被你肉拉伤，哎，你这去打红去了。好的，我能把这个卖多少啊？才160。要他，我的。哎，差个。我操！怎么个事？没讲道理呀！哥哥，
我没有想到他能瞬间把你秒了，大没给你偷伤。不讲道理呀、啊！完了，不会被一波了吧？不可能！我们三兄弟必拿下，来，必拿下，三兄弟，十一。抓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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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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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好救！哇！快快快 ！EZ，EZ 点击地呢 ？EZ， 不，没事，不赢不跟他打，不赢撤，十秒钟，十秒钟守住，清兵。再守。好好好，不要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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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他妈打人太他。我差点。不是他妈这把这么焦灼，说什么话呀？还小黄牛滚！妈滚！我来了，还搁这小黄人，小黄人，我都要气死了。走，俺们中推。好嘞，好嘞。哎，我说的滚不是真的滚，是一个抽象意义网络概念的滚。哎，我哎呦，走位！他妈的，这都走位都没躲到。回趟家，神装。我这么提前的预判，他后面有人。救！别打起来，别打起来，别打起来，别打起来。等一下，等一下，从上面走。六神，六神盲仔，六神盲仔。六神盲仔，我们可以拿盘啊！你们两个人共享就行了，我不要了，你先拿。我们俩没法共享，来，同步拿。你再拿一个。地上会有一个，你拿，我们拿不了，只能撑。没有了。只能打野拿。啊！哎，不是没有人。哎。没事，别注意。哎，没有看见。慢上，好踢啊！撤，我俩撤，猴哥。没事儿，俺俩有问题。我操，好爽啊，这种感觉。完了，猴哥，我被粘住了，手太大粘住了。能守得住吗？坏了，守不住，守得住，输不了。这狗好烦啊！守不住，后咋回事啊？这狗好，这不听你们的吗？磕完以后益自己，炮没打出来，不知道咋回事。这狗像个赖子一样，真的烦。得了，没有看见 C 哥被他炮轰了，这狗真狗啊！我的妈！